民国106年7月1日开始就要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制度咯。这我知啦，这本孙啦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到75岁哦，阿公还是阿嬷，咱来去看一下。啊，有通过发一张执照好啦，那执照内面是写三年，警察给你动，给你提来看，你无代志啊。你检查结果有出来哦。那有通过吗？看卖了。75岁来挖角，免人烦恼，四界走。